这个声音流传了九年，彩虹原主唱张新杰。我只是个平凡。首张专辑打开心结，推荐曲爱了就沉沦，百代音乐。加入感觉，时尚聆听，我和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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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HY960 华语之声新星广播。叫醒你的音乐神经，打通你的流行经脉。Top正流行，透过音乐这扇窗，感受流行新风尚。您正在收听的是 TOP 正流行。晚间的20:05，欢迎锁定收听到 HY960 华语之声新鲜广播 Top 正流行，我是哲宇。不醒过来，这就不是梦。听到这首歌来自张新杰带过来的《彩虹》，请拥抱我，体温。这首歌曲红遍大街小巷，好多话想说。而张新杰有着男版的阿妹之称，刚刚发行了最新的专辑，叫做《打开心结》。有请出我们的特别大来宾张新杰。Hello， 你好，张新杰。Hello， 周宇哥，你好，还有 Top 正流行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新杰。嗯哼，啊，非常好听的声音。哎，在台湾是不是现在？对，现在在台湾是。嗯，台湾的天气怎么样呢？哎，台湾天气怎么样？是最近都在下雨啊。嗯哼，在下雨当中是不是？好像杭州还是蛮这个阳光明媚的感觉，应该来过杭州了吧？杭州啊，还没耶。还没有去，还没有来过杭州吗？没耶，对啊。嗯哼，那希望有机会能够来杭州看看美丽的西湖，好不好？嗯。之前是发行了最新的专辑《打开心结》，算是九年磨一剑了，对吧？这九年来在做些什么事情？其实这九年其实都是在等待一个在唱歌的机会。那就是这九年当中呢，因为我从14岁开始，我就那时候就参加了一个节目的比赛，然后那时候达到冠军，然后有机会唱到我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彩虹》这首歌曲。嗯。这首歌呢是我的，可以讲说是我的第一个作品。那时候呢，这首《彩虹》是在台湾有一个连续剧叫《名扬四海》的主题曲里面，它是片头曲这样子。那当时唱了这首《彩虹》之后，然后这段时间呢，那可能应该是跟公司的一些就是，然后自己一些可能也还没准备好，所以说呢，就合约到期了，然后就去当兵。当兵完毕，然后就是曾经就想要放弃唱歌这条路，然后就去做一个正当的工作，然后做了快一年多的时间，然后还是没办法忘记自己爱唱歌的那种感觉。那于是呢，我就还是晚上像白天工作，晚上还跑去那个 pub 驻唱，然后就是回到自己的热爱的舞台上面，然后做了一阵子，这样还是太累了，因为白天工作啦，晚上也工作，所以说我就把白天工作辞掉，然后继续呢就是往我唱歌这条路一直前进。然后在因为那时候刚唱歌来维持生活的话可能不够，所以说我趁白天的机会呢，然后就是打零工啊，去帮人家洗车啊，然后去夜市摆地摊啊这样子。然后到了过一段时间，然后我就那时候刚好星光大道，然后在台湾这边很红，是，然后我的那个周遭的朋友啦、家人啦、都鼓励我说，哎，新姐你这样一直唱歌，你要不要去尝试一下，给你自己一个机会，你还那么年轻这样。
然后于是我就去参加了星光三班的 PK， 嗯，到星三班去 PK， 然后结果很失望，就失败就输这样子，然后想说，再重新去比试，从四班开始从头比到尾这样子，然后也得到了一个好成绩，然后得到亚军这样子，然后之后有蛮长的密集的两年的时间，我都在比赛，还有参加了星光传奇赛啦，还有一个内地的也是歌唱选秀节目叫做拉芳星光大会，那时候也得了亚军，然后之后我现在就签给我现在的唱片公司百代音乐，然后在今年呢正式的发行我的个人专辑《打开心结》这样子。嗯，好像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听你诉说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种很不可思议的感觉？你刚说曾经一度去摆地摊，然后又去回归到舞台参加比赛，是不是？对啊，其实没办法，因为你没办法，你还要生活啊。其实我当时好看这个第四届星光的时候特别喜欢你，我当时我记得你决赛首唱的时候，我是一只小小鸟嘛，是不是十八点，我记得应该18:16:24获得了亚军，非常高的分数。是，然后就是一直以来就非常喜欢你的歌声跟你的嗓音，那终于推出了最新的专辑叫做《打开心结》，有没有特别推荐给我们听众的一首歌曲？能不能？我蛮推荐大家可以听，就是先听听看，就是我的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彩虹》这首歌。其实每一首歌都有每一首歌的故事。是，这首歌的故事是什么？这首歌可以讲说，就是最先开始不懂唱歌的时候唱这首歌，然后唱到现在，然后就是可能会不一样，很多的不一样的感觉。那专辑里面也有放，就是2003年的版本跟2011年的版本。2003年的版本就是以前我那时候14岁的声音，就是完全没有重唱，就是那个2003就是我14岁的声音。然后还有一个2011年的版本是我现在，虽然就短短的几秒，那大家可以去仔细听一下，就是在诠释歌曲的上面呢，可能会跟以前的唱法可能比较不太一样，就是不会像2003年的这么的横冲直撞啦这样子，那可能会多了一些自由自在的一些感觉感情在里面。会变得更加细腻了，是吧？是，因为毕竟过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啊，我觉得应该如果说没有进步的话，真的也蛮对不起自己的。对，所以说大家可以去听看看这样子。那也有其他首歌，像《爱了就沉沦》啊，继续奔跑出发，这个可以算是说是就是打歌这样子。出发这首歌是小柯老师为你写的。对，其实这首出发这首歌，其实我感觉到非常的荣幸，就是说以一个新人的角度来看，就是说第一张的专辑可以跟这么资深这么知名的老师小柯老师一起合作专辑，我觉得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荣幸。那出发这首歌呢，主要是在叙说，就是说一个为情所困的恋人，然后要带着他就是走出情伤，然后去寻找下一段幸福恋情。这是跟你自己的一种感情经历会类似的吗？是有的。是有。那你现在感情状况是什么样子的？现在非常的好，就是蛮幸福的，因为有这么多的粉丝啊，就是这一路上就是一直给我的加油打气这样子。好了，你这个回答非常的好，很巧妙的这个转换了话题，我都有点语无伦次了。今天有特别准备歌给大家听，是不是？有的。想第一首来唱什么给大家听？因为我们想听 live 版本，看到短信平台上面说13721239，哇，超喜欢这个张新杰的《星光》，就非常喜欢你，想听你现场听 live 的唱歌。呀，那我觉得可以听《彩虹》吧，先唱《彩虹》，希望可以。天气不太好，希望唱《彩虹》可以雨过天晴。好，那我们洗耳恭听喽。好。要做
成为一道彩虹，雨过了就该闪亮整片天空，让我深爱的你感到光荣。哦，成为一道彩虹，尽全力要换你一段笑容。哇，现场真的是感觉超赞的，我觉得就我很喜欢听这种线上就很现场 live 的感觉。之前有在上海宣传专辑是不是？之前有，对，就是第一站啊，先到上海宣传的专辑，那其实还蛮开心的，到上海跟有那么多的朋友啦、粉丝啦，就是到，因为我先去宣传专辑，其实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那边在那边开一个歌友会，这样。讲一下就那边开歌友会的一些心情好不好？我觉得，因为我觉得还蛮从比赛开始，然后就是还蛮多支持我的人啊，就在背后给我鼓励啊，这样子。那我觉得很多朋友，那我就想说，刚好第一站在上海，然后想说在那边开歌友会，就是真的很感谢他们，就是弄。就是用我的歌声啦，就是其实也没什么，就弄我的歌声来，就是来感谢还给他们这样子。嗯哼，去到上海有没有吃好吃的？在上海有啊，就是大闸蟹嘛，还有烤鱼。对，然后我觉得非常好吃的大闸蟹，因为我好很少吃，可是先去跑通告的时候，然后那些工作人员就跟我讲说，欣姐你来的正是时候。他说一定要去吃大闸蟹，是那个季节刚好是这个大闸蟹上市的最好的时节。是是是。那你不怕再吃胖吗？哦，不会的。健康啊，健康健康。OK OK 啊，其实我就是有看了相关的视频嘛，就很多很多粉丝很热情啊，跟你这个拥抱啊，跟你合照啊，是觉得还蛮嗨的那天的感觉。对，那天其实还蛮开心，因为我有史以来就是这一生中唱歌。就是收了第一次收最多束花的一次，就是在上海的歌友会。那有什么话想对所有的支持你的一些同学们说的呢？啊？有没有什么话想对支持你一些粉丝们说的？哦，其实对，那在这边呢，要谢谢他们，就是一路上这样给我加油打气啦。那我也不会让大家失望，我会用我的歌声，用我的生命，然后弄唱歌的方式。来就是来唱给大家听，然后会每一首歌，不管是每一首的就是作品，都会尽全力然后去做唱给大家听，那不会让大家失望这样子。看到短信名单上面很多人的留言哦，看到这个1392976说支持张新杰继续的加油，做你喜欢的音乐，勇敢的往前飞。然后136还有为1996说呢，喜欢张新杰的彩虹好赞 ，Life 好棒，好想听更多的歌曲哦。对，其实那天很多可能歌迷可能不能从这个外地赶到上海来，那能不能在现场今天再给很多歌迷唱一些很多的歌曲？哦，当然啦，如果有机会当然更好，就是可以让大家可以在透过这个连线的关系，然后可以听到更多人认识，就是我张新杰。因为很多人可能不能那天可能有事情，不能从外地赶到上海去听你的演唱会或者是歌友会，那节目当中就可以满足各位的要求了。对对 对, 对。好，第二首要来唱什么歌，新杰？我来唱《出发》。好，这首歌小柯老师的一首歌，那希望呢，就是唱这首歌，也希望大家呢，可能现在的就是情境啦，你可能有一些困难，受到一些就是痛苦啦。那希望我用这首歌呢，可以带着大家走出你们的就是情伤啦，不管是情伤还是什么这样子。好。学会不再流泪，你离开后的夜剩下一片漆黑，我努力睁开双眼却看不见，如果
再见一面，只要一个笑脸，不要问我现在过得快不快乐。我出发到明天，沿途一往悲伤，为了你哭泣的脸留在昨天。哦吼，我不要再回去，不要再去想起那个夏天灿烂喧哗的记忆。思念总是亮得太清晰，一不小心就会刺痛了我本已平静的心情。我不要再回去，不要再去想起那些早该风平浪静的风景。要像你一样勇敢出发，在属于自己幸福的路上前行。哇、yeah. wow, 非常非常好听、啊、其实我觉得这张专辑很多都是情歌为主，对不对？对对，那也有收录两首歌啦，就是专辑里面的人形立牌跟寂寞便利店，然后就是比较轻快的，比较属于阳光啦那种感觉，那会跟歌曲的那个曲风也有所不一样。那我也在，其实在这张专辑里面，我也尝试蛮就是以前没有尝试的曲风，像刚刚讲的那两首歌《人形立牌》跟《寂寞便利店》，还有一首是比较小品的，那也是就是这蛮资深的一个算是天后级的制作人，叫做陈小霞老师的作品。叫做风还在吹，那首歌是那首歌非常的简单，非常的舒服。那我觉得越简单的东西可能就是越在歌曲上面可能会越难诠释，那就是也更容易能够打动就是每个人的心底这样子。对你来说你最喜欢哪种类型的曲风？我比较喜欢像是比较抒情的，就是那种小情歌类型的。像有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做爱了就沉沦啊，这首歌也是主打歌曲。是，这首歌很好听。谢谢。是，这首歌听起来就很能够上瘾的感觉，然后就很想去 KTV K 一下。对啊，其实唱这首歌其实还蛮难唱的。是，难度还蛮大的。对对，因为它的音域来讲，对，就是还蛮高的。然后在录音室那时候在录的时候，其实声音挂掉好几次这样子。就是我觉得，就你的歌总体来说都去 K 歌的，都去 K 的话，就是还有蛮有点难度的。有一点点啦，不敢说很难，就有一点点难度这样子。刚刚你有说去录音室录歌的一些花絮嘛？能不能分享一下更多的一些好玩的事情啊？录这张专辑的时候，在录专辑的时候，其实有一次就想，在吹这首歌曲，因为陈小霞老师他非常的算是。非常的敬佩他，讲是非常的厉害，都可以跟他合作，然后就很开心。可是他有帮我写歌，我一直很想要当面，就是当下问那个小夏老师，讲说，就是你在做这首歌的时候，就是可以给我分享一些故事啦，好让我在歌曲上面可能更好诠释这样子。然后刚好他那一天到录音室的时候，一来他就带着一只小狗，然后因为我有养小狗嘛。然后我就看到小狗啦，就很开心。然后我本来想要问他的一大堆事情，结果都没问，然后都是在话题都缠绕在那只小狗的身上，就觉得时间到了，就也要回去，大家要散会了，怎么什么该问的事情都没问到，就还蛮好笑的。然后就是最后录出来结果，这个陈小霞老师满意吗？我不知道。下次问一下他。会有找到机会会问他一下。是，然后来说说 MV 啊，因为我看过这个《爱了就沉沦》MV， 是一首非常怎么说看了会难过的 MTV， 一个女生在那边哭泣，然后你会过去，是不是这样子？是，还蛮难过的。对对，当时拍的时候有什么？刚拍的时候，我先讲那一天在拍摄这个 MV 的时候，其实我们拍非常久的时间，就拍了快23个小时。哇，那么久？对，拍23个小时，然后。因为我们是拍连续一天拍两支，这时间可能会比较拉比较长。然后那天拍戏拍 MV 的时候，那个天气非常的冷，超冷的。然后其实也蛮感谢，那是那个女主角，蛮漂亮的女主角。对吧？那其实我们有比较比较亲近、比较亲密的一些动作。
其实刚开始其实还蛮尴尬，因为我们彼此都不认识。是，就是你们是第一次见面咯，就要拍一些比较亲密的一些戏。是啊，是啊。嗯哼，还蛮不好意思的。哦，好在他也那个女主角叫豆豆，我觉得他也蛮放得开，很放得开。对，是是是，这样就比较熟了嘛，就比较熟络起来了，然后不会就是别别扭扭这样。对对对，看到短信平台上面，这个151尾号为1496说，觉得张新杰好可爱哦，支持你的新专辑，昨天有去新华书店买了新专辑，好听，珍藏起来。再来看到137尾号为4669的朋友，他说八卦一下，问一下张新杰喜欢什么类型的女孩子。我喜欢就是要孝顺。嗯，然后就是乖乖，就是正常啦，就是那种很就是比较哦，就是心地好，嗯，善良，这样就好。嗯哼，那对这个相貌之类有没有要求？只要舒服就好了。是啊，其实这个很多人都蛮会说的，就是我觉得只要长得舒服就行了，这是你的一个观点对吧？对啊，就是彼此，我觉得。可能就是我觉得就是感觉吧，对啊，感觉你说也不敢要求自己太高，也不敢去要自己也没有很好，也不敢去要求什么，就觉得自己 OK 就看得顺眼 OK 这样就好了。嗯，然后孝顺很重要，这样是，这点非常重要。好了，那其实新杰准备第三首给大家听，对不对？很多人都迫不及待了，就想听张新杰来现场 live 来唱歌了。第三首歌要唱什么歌？那我来唱，就讲到最爱不是我这首歌。这首歌什么故事吗？听名字还是蛮伤感的，最爱的那个人不是我自己。喂，哎，有在听。我说是爱了就成了，我讲错了啊。好吧，说刚刚有想说在讲拍摄 MV 这首感觉，那我想说顺便唱这首歌。好、OK， 没问题，洗耳恭听。对， OK。开门的那秒钟，有一股想逃跑的冲动，全身血液像瞬间被抽走，冰冷的感觉蔓延到我，却表现得从容，不意外，也不惊慌失措。你和他的分岔的感情，是你太堕落，还是我太放纵？我只是个平凡的人，受伤也会痛，也会想放手，从此陌生。我只是个平凡的人，爱了就沉沦，要抚平伤痕。听，你知道吗？就刚刚我在听的时候，然后你唱的那一句，我只是个平凡的人，受伤也会痛，就心里好像有那么纠结了一下，可能也是跟我自己最近的心情和状态有关系吧，就还是蛮会小纠结一下的。对啊，我觉得这张打开心结的专辑，那我还是就是疗伤系的歌曲比较多，那如果呢大家需要疗伤，听一下我的心结，打开心结。那为什么要叫打开心结呢？就是呢，心结就是我自己的心结打开。那也希望大家听我的歌呢，可以打开你们心中每个人的心中的千千结，这样子。
一定要多多支持张信杰最新的专辑打开心结。然后看到短信平台上面很多人说要记得多多发微博跟我们内地的朋友来互动一下了。 OK， 那记得加我微博。定好了，那最后有什么还想跟大家说的，快结束我们的节目了，有什么还有所有的喜欢你的包括我们听众朋友们说的呢？好，那今天其实非常开心能够透过这个TOP 的正流行的节目，然后不连线，那其实非常开心。那如果想要就是了解我更多的消息的话，就可以到新浪微博就是去关注，那边有都有最新的动态。对，那也希望呢大家可以支持我的专辑打开心结，这样子一定会非常赞的一张疗伤系的专辑。好，那也祝专辑大卖好不好，早点来这个杭州做宣传好吗？ OK， 谢谢。好，谢谢张心杰，我们挂电话咯，祝你开心，拜拜。好了，静下半点的宣传广告，我们稍后再见。现在是半点温馨提醒，我是你们的。